験に落ちないように、落ちない葉でお守りを作る。山香ばしという木の葉は枯れても枝から落ちません。広島県三原市で自然を守る活動をしているグループが、この木の葉を使って試験に落ちないように願うお守りのカードを作りました。カードには木の葉が一枚ついていて、頑張れ受験生などと書いてあります。グループは神社でお祈りしてもらった350枚のカードを試験を受ける人の家族などに配りました。カードをもらった21歳の男性は薬剤師になるための試験を受ける姉に合格してほしいですと言っていました。グループの人は頑張って試験に合格してほしいです。そして自然にも興味を持っ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と話していました。好，大家好，我是邱老侯。那我们看这一篇，这篇蛮好玩的哦。好，西肯尼奥基奈，哦，我们看看这什么意思哈、哦。好，在日本的话，哈、哦，落榜的话叫做西肯尼奥基鲁。哦。考试掉下去就是落榜的意思哦，考试掉下去就是落榜。那他这边改成西肯尼奥基奈尤尼哦，奈尤尼我们可以直接翻避免哦，所以避免落榜，要避免落榜哦。好，奥基奈哈德哦，奥基奈哈哈哦，不会掉落的叶子。得是用这个不会掉落的叶子哦，这个是哦，这个不会掉落叶子是哎，日本很有一个很特别的树好，我们看一下哦，这个树哦，这个树的叶子，我们看一下这个树叫做叫做。亚麻科巴西，这个树的叶子很特别，它即使冬天了，天气很冷，它的叶子也不会掉下来。哦，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树叫做亚麻科巴西。哦，好，它这个意思是有名字的哈，这个名字是有意思的哈，我们看一下。哦，好，这个亚麻就是山。哦。那后面这个 kobashi 是从这个意形容词来的吼，哦，然后这个 kobashi 就是很香哦，就是香香的意思吼，香味香香的意思，哎，叫做 kobashi，哦，好，就是香香的，然后叫 kobashi，哦，写成香，那也可以写成芬芳的芬吼，好，哦，就是香香的意思哦。好，所以它这个树的这个名字哈，它的意思是这样子哈，看一下，哦，亚麻尼阿鲁哈，尼阿鲁是在山上，科巴西哦，就是在山上香香的，这个 key 是树木，哦，在山上会香香的这个树木。因为它这个树木哈的这个叶子，如果你拿去揉一揉的话，会有香味，哦，所以它才取这个名字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树长什么样子哈，这边有拍很多照片，它长这个样子，哦，你看它到这个冬天、秋天，它的这个叶子也不会掉下来，哦，还是在这个树枝上面有没有？好，那你看一下，好，那所以 day 是用，哦，用这个不会掉落的叶子，
欧玛莫里欧兹库鲁哈，好，这个欧玛莫里应该大家都有学过是什么护身符，来做这个护身符，好，然后这句什么意思？好，那也有你就直接翻避免哈，避免落榜，哦，所以用这个不会哦，到用这个冬天也不会掉落的这个叶子，哦，来做这个护身符哈，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护身符有没有？好，就是用这个叶子有没有？它上面有写干巴嘞，就看谁哈。好，这个干巴嘞就是加油哦，干巴嘞就是加油哈。原型叫做干巴路，哦，汉字写完章哈。那你改成那个动词第四段，就是它的命令型，干巴嘞就是啊，你给我加油哦，你给我好好加油哦，这个意思，命令型的意思。那后面的这个寿宴生，寿宴就是。报考的意思哦，寿宴生就是 哦考生，哦，所以干巴嘞就看谁是吧？加油，考生吼，好，我们看一下，所以他们做这个护身符有没有？好，这边有写心愿成就吼，倒过来翻就是什么？成就心愿，下面写绝对合格吼，好，那我们看一下心愿成就这个。哦，这四字的成语哈，哦，我们看怎么念哈。好，心愿叫什么？音读哈，心甘成就有没有？九哈，九九九九哦，心甘九九哈，那倒过来反正成就心愿。好，那下面绝对合格哈，那个合格就是考上的意思哈。哦，日文的合格就是不是60分及格，日文的合格是比较偏，就是说考上的意思哈。那下面，绝对叫什么？絶対合格哈，绝对合格哈，就是绝对考上。好，他这个护身符我也想要一个，然后我常常在考试哈，但是。大家都知道啊，那越难考的考试哦，越值钱的考试，它的录取率就越低那就会越多人考不上哦。但是因为越值钱，所以才值得我们考那么多次哦。好，所以它这个护身符用这个叶子做护身符有没有？好，再放个达摩有没有？好，我们看一下那篇的内容哈。山こばし头有木の葉哦。好，toyu 是叫做，要叫做一个叫 yamakobashi 的那个树木的叶子。karetemo 哈，好，新单字哈，好，这个 karetu 是植物枯萎的意思哈，汉字就写个枯哈，好，karetu 就枯萎哈，即使它枯萎了，他说这个叶子即使它冬天哈很冷的时候枯萎了，edakara 哈，然后这个树枝叫做 eda。那可能是从这个树枝，おじません哦，即使自动词掉下去，那它也不会从树枝上面掉下来，它即使枯萎了，它还是会粘在树枝上面。好，広島県三原市广岛县三原市 day 在这个地方 day 是在。自然を守る、守る是保护，所以保护大自然的。活動している、然后在从事这个活动的。group 团体，OK，所以就是什么，就是环保团体哦。が、刚强调，この木の葉を使って、好，这个主词是这个环保团体，这边是第一句，第一句。那这边再点一点后面都是第二句，第一句是什么？这个团体第一句是什么？他们用这个树木的叶子。しげにおじないようにほ，好，这个ように是为了，这个ように是，那好，ために跟ように这个为了大概怎么分哈？你如果看那个。你要看一些文法书它们也会写，就是意字动词，意字在日文的意思就是人去想什么啦，人去想什么叫做意字动词，
哦，意字动词，啊，如果 you need 它会写非意字动词。伊西多西哈，还有一种啊，意字动词哈，会用他美尼，非意字动词会用尤尼。哦，那简单来讲，意字动词是啊，我想要做什么，人想要去做什么，用意字动词。那非意字动词就是说，这个不是人去想就能做到的。好、哦，譬如说，阿美嘎呼噜哦，下雨，下雨是什么？下雨这个动词片也是非意字动词啊，因为。人没有办法碰，人不是说想下雨就能下雨吗？有没有？好，那这个句型阿美嘎呼啦奈佑尼哦，那个佑尼我们可以翻什么？为了，所以为了不要下雨，有没有？这个佑尼可以翻为了不要下雨，那有一些文法书就是，它会更直接，他说这个奈佑尼，你就直接翻避免了，避免不要下雨，这样。这样意思更像中文，而且速度更快。好，直接看到奈优尼就直接翻避免。好，再讲一遍哦。他美尼跟优尼都是为了什么？但是他美尼比较用在说，你文法书会写意字动词。那我的教法是说，比较积极的。你说人想要去干嘛？比较积极的这个比较白话那优尼会用一般用在比较非意字动词，非意字动词。意志是人想要去干嘛，非意志动词是人没有办法想去干嘛的那譬如说下雨阿美嘎呼啦奈佑尼就啊，或者为了不要下雨，啊奈佑尼也可以直接翻避免不要下雨，好，那你看这边所以你这边奈佑尼我们直接翻避免比较快，所以避免考试落榜，西根是大考。那我记录是掉下去，考试掉下去落榜所以是避免不要落榜。OK，那又加你加动词又加你加动词。这边的动词是 negau，negau 是什么？拜托人家、求求人家叫 negau 或者是拜托人家、求求人家叫 negau 所以求说不要落榜。お守りのカード、这个护身符的卡片，作りました。所以这个团体，他有做这个护身符的卡片，然后就是祈求说不要落榜啦、啊。这边那个我们翻球还是翻祈求好了，祈求不要落榜。那这个卡片成本应该很低啊。下面一张纸嘛，上面一个叶子嘛，然后再。再用那个胶膜护背起来嘛，这个应该就可以，这样做来拿台湾卖，不知道可以卖多少钱哦。不知道台湾人特别迷信啊，这个东西应该可以，考生的话应该，搞不好可以卖个200块哦。好，カードには木の葉が一枚ついていて好，这个字库是负哦。好，我们这个呢是在，所以在这个卡片上面这个树木的叶子以及买这个买，这个买是个单位这个买是个单位，就是表面积很大的很平的很扁的我们就用买，像什么？像硬币，像纸张，像什么树叶像披萨。都是表面积很大的、很平、很扁的，我们叫做买譬如说去日本，应该会常有这一句，sen en satsu sen en satsu 什么1000块钞票一起买一张一张1000块钞票有没有？いただきます好，收您一张1000块钞票 好，那、如果是两张嘞，你买三张善买有没有？所以它这个什么，这个叶子一张叶子我们中文叫一片一片叶子有没有？日本它是比较看形状，就是平的、扁的、表面积很大的，它就叫买。好，字一 day 一 day 好，这个字库是负，字库是负，那改成字一 day 一路
Tailu 是状态，状态有翻折跟的，所以是覆折。所以什么？它这个卡片上有覆折一张的这个树叶哈，一片这个树叶哦。哦，干巴嘞就看谁那斗哦，那斗是等等的哦。啊，偷是指前面，阿卡伊德阿里马斯是写着哦。这个是他动词加 teru 哦，人去做什么状态叫他动词 teru。那你卡库是写，卡库是算他动词，所以卡伊德阿鲁是什么？写着哦，写着。啊，你偷是指前面的内容哦，那前面是什么？前面是这边放 nado 是等等的，所以他写着什么等等的哦，那写的是一些对考生加油祝福的话。好，所以加油考生哦，纳豆等等的，都是指前面开的阿地方写着这些话。咕噜补蛙哈，这个环保团体，金加德奥伊诺里斯的莫拉达，三九哦，350买哈，诺卡多哦，好，那我们主持是什么哈？我们说主持做动作哈。主持是这个团体哦，这个环保团体。好、哦，那你后面的动词，最后面的动词是库巴鲁。哦，好，最后库巴鲁是分配的意思哈、哦，去分什么哈、哦？分什么？分配什么？哦，分什么？哦，所以这个团体哈、哦，他们就分配的。哦，那你是对象，分配给谁？哦，好，我们看一下。哦，分哦，这个 O 是把哦，他们就把这个350张的卡片，哦，350张的卡片有没有？好，哦，好，那什么的卡片？哦，在神社哦，好，我们看一下这一句哈。伊诺鲁是祈祷哦，祈祷或者是祈祷叫伊诺鲁哈。那你变成名词型叫 inori 还是祈祷，只是说它变成名词型哈。好，那我们看这边它怎么改哈。好，那你这边是 o inori suru 哈，这个句型是什么 ？o 动二 suru 哦 ，o 动二 suru 是谦让语的句型。欧东尔使用是谦让语的性，欧东尔使用是小的来做什么？哦，它的意思是小的来做什么事情？那欧伊诺里使用我们就翻什么啊？小的来祈祷，小的来拜拜，小的来祈祷。哦 ，OK， 谦让语的句型，小的来拜拜，小的来祈祷。哦，那为什么要谦让语？可能是对客人，还是自己要比较谦虚，还是对神明？哦 ，OK， 哦，那如果对神明说，卡米。卡米萨玛，你哦，对，这个你是对象，对神明。哦，伊诺里死如什么？就千道米的句，你就小的来祈祷哈，小的对这个神明祈祷。哦，那你后面再加什么？忒摩拉五。哦。好，这个忒摩拉五是哦。得到 ，temo 老师得到哈，主持他得到什么东西哈？主持得到别人做什么动作给他？哦 ，OK， 哦，那主持得到别人做什么动作给他？这样讲，不像中文哦，所以我们可以翻请哦，我们可以翻请别人干哦，请别人干嘛这样子哈？哎，好，那你看一下哦，所以什么得到祈祷的？哦，得到祈祷的哈、哦，得到这个在神社得到祈祷的，哦，350张的卡片，哦，好，哦，得到祈祷的卡片，这个讲法不太像中文了哈、哦，哦，好，这个应该是讲哈。卡米诺卡哥，哈，这个卡米诺卡哥是什么？神明的加持啊。哦，应该讲这个比较好。卡米诺卡哥是神明的加持，哦。
因为它这个是简单新闻，所以它比较没有用到比较难的汉字哦。哦，卡米诺卡哥，哦，哦，哦，莫拉五，哦，莫拉伊马西达，哈，得到神明的加持，哈、哦，如果这样写，哦，哦，那你的这个卡斗，哈、哦，的这个卡片，哈、哦，得到神明加持的卡片，哦，好，哦，好，这个什么？好，在里面，咕噜卜哇，进甲爹，哈、哦，这个。环保团体，哈、哦，在神社 ，Oinolis de Morada， 哈、哦，那你这个动词 temo 是得到，哈、哦，得到祈祷的。那这边用 o d o s 是小的，哈、哦，他说什么？得到我们自己人，哈、哦，这个小的就是，哦，小的，哎，啊、哦，我们看这不好翻，哈、哦，我们这边不要加小的，这样翻起来比较中文哦。o d o s 是小的来做什么？哦，所以是。得到小的啊，小的是谁？小的是我们这个团体的人哦。我们得到我们小的哦，得到我们这个团体的人哦，得到哦，那得到这个祈祷过的哦，那这个中文点就翻了啊，得到加持过的哦。三九国际哦，三百土国就卖诺卡朵哦，这350张的卡片哦，把这些得到祈祷过的卡片哦，西肯诺乌克鲁希朵哦，那个。报考的人，哦 ，CK OK 就是这个 OK 是报考，那报考这个大考的人 ，No Kazoku 的家人，哦 ，Nado 等等的，你 Kubari Masda 哈，你是对向 Kubari 是分配，哦，所以他就把这个得到这个加持过的祈祷过的卡片，哦 ，OK。好，懂吗？好，这个 temo 是得到哈、哦，啊，这个 o i n u s 就是祈祷，哦，所以得到这个祈祷的卡片，然后他用 o d o s 就是签到你的句型是小的来做什么？所以我们小的我们这个团体祈祷过的，阿莫拉是得到我们这个祈祷过的这个卡片，哦，350张的卡片，哦，那库巴鲁是分配给这个参加考试，哦 ，OK 的。家人等等的哈、哦，好，奇怪为什么不是分给本人呢？哦，可能是这样，可能是本人他没有去拜拜哈、哦，考生本人没有去拜拜，然后是他们的家人去帮他们去庙里祈求这些考试的护身符，哦，所以就发给这些人的家人哈、哦。好，下去，卡多摩拉达，好，摩拉是得到这个卡片的，你就一塞诺单塞。21岁的男生吼，好，那我们看动词是什么？头一代 master 他讲的吼，头是指前面内容，他讲了什么？那这边刮起来是他讲的一句话，讲了亚库吼，亚库在洗尼纳鲁他们吼，哦，好，尼纳鲁是当吼当药剂师，他们是为了要当药剂师，然后西肯欧凯鲁，然后参加考试的吼，阿内是亲姐姐的姐姐。你是对象，所以对这个参加药剂师考试的姐姐，合格是得欲しい，那个合格是考上，那欲しい是想要哈，那动词提欲しい哈，想要他什么动作，想要他考上哈，想要他考上，好，グループの人は頑張って試験に合格してほしい哈，提欲しい是想要别人做什么动作，所以。想要就是说，想要你们加油，然后这个考试可以合格，考试可以考上。そして自然にも興味を持って，哈、哦，好，这个，哦，你是对这个大自然，摸是也对大自然也，好，我们看一下，哦，興味を持つ是有兴趣，哦，興味を持つ是有兴趣，哦。好，那推摩拉五，摩拉五是得到哈、哦，那你可以中文点可以翻请哦，哦得到哦，那你这边改成摩拉一代哈、哦，摩拉一代是哦，想要得到哈、哦，我想要他也是想哈、哦，想要得到，那他对象应该是什么？哎，大家啦哈、哦，对象应该是命男尼哈、哦，想要哦，想要得到哦，
命啊，你想要得到大家哈、哦、对这个什么，对这个大自然哈、哦、要有兴趣。と思っています。哦，那他们是这么想哦，他们做这个卡片的动机是想，哦，希望你们考试合格，那希望你们对大自然哦会有兴趣，哦，或者说你们要关怀大自然，你对大自然有兴趣，你要关怀大自然。と話していました。哦，所以他们讲了这个事情。OK，所以在日本的这个，哦，这个山口喜的这个叶子，哈、哦，这个应变，哈、哦，山口喜的这个叶子常常会拿来当那个，看一下这有没有写，哈、哦，因为它的叶子不会掉下来，哈、哦，所以它的常常会，哦，这边有写，哦，你们看这边，哈、哦，好，他说山口喜，哈、哦，我把它念错，山口八喜。山口八市吼，冬でも葉が落ちないことにかけて吼，好，にかけて是二级句型，好，在什么方面吼，在什么方面吼，吼，它是说，通常是指优点吼，说即使到冬天，它的叶子也不会掉下来吼，那ことにかけて吼，在这个优点吼，在这个事情方面吼，冬天叶子也不会掉下来，在这个事情吼，受験生のお守りとして使われるようになった吼，那。而且是当，它会当成这个考生的护身符，这靠雷鲁哈，它被用来，被用它用你那打，变成说，哦，变成说它在，它会变成这个当做是考生的护身符，哦，好，哦，所以这个树哈，亚麻科巴西。这个树哦，台湾是没有了吼。那今天大概讲这样就好了。